首先呢，里面呢，你可以自己搭一件背心，或是长袖，或是 T 恤都好。那我要跟大家说，它上下可以分开穿。那它 CP 值很高，是因为它是套装。好，再来呢，它自是一个薄款的牛仔。那手袖的部分虽然用了针织，但你们有看到吗？它是大洞洞针织，所以呢，它其实也是会灌风的，不是说那种真的很热的针织。那再来手袖这边，完全你看得到的针织布料全部是高弹，它下身又做了抽须，而且它是做这一种有弧形的，看起来腿侧面比较长。裙子它很棒是，如果你喜欢穿低腰的人，你可以把它变低腰，它就有点鱼尾的感觉。像你有人喜欢穿中腰，我觉得腰身比例比较好，我就穿中腰。再来它可以穿到多大，我轻轻松松一拉，或者是拉到下面，完全到菜楼可以很轻松的驾驭它。而且我们家的材质选用非常棒，它是不易变形的。好，那这件呢，它是 SML， 我觉得到菜楼几乎都可以穿，因为它本身身宽它其实不是很小件的那一种。好，那灰色呢，刚刚有讲过它是这种铁灰色，它不是那一种浅灰色，这个铁灰色是非常非常有质感的颜色，穿起来非常的流行，也非常非常的好搭配外套啊，或者是其他的鞋子哦。